辛亥再不够一个月就被人破坏两次，旺角广华街一号仁安大厦地下一间眼镜铺，上个礼拜被人毁坏一次之后，礼拜二中午12点左右又被发现玻璃门被人砸烂损毁，店方表示冇赚人钱，暂时未知犯案动机。警方接报到场，围封眼镜铺进行调查，案件起因有待查证。